现在呢，安娜就在台湾索尼电脑娱乐的大厅啦。加加加加，看到没有？这就是 PlayStation Move 动态控制器。有了它呢，玩游戏就会更有感觉，尤其是玩射击游戏，就像这一款游戏《全面对抗三》，玩起来真是超有 feel 的啦！曾经在 PS3 创下销售破500万片的《全面对抗》系列，最新作《全面对抗3》预计今年9月推出。这次故事接续前两代作品，描写为了夺回被外星人占领的地球，人类集合所有力量展开反扑。而主角卡佩里也为了寻找能打败外星人的机会，踏上了从奥克拉荷马到纽约市的凶险漫长旅程。这次《全面对抗3》支援 PlayStation Move 动态控制器，能提供玩家更灵敏直觉的操纵。另外，游戏也支援 3D 立体显示， Sony 甚至推出《全面对抗3》立体萤幕同捆版，全套包含《全面对抗3》游戏光碟、24寸的 3D 立体萤幕、3D 立体眼镜、HDMI 讯号线，全套只卖499元，十分超值。有兴趣的玩家不妨留意一下哦。